什么东西？我不在玩鞭炮啊，因为去露营的时候会。本大队同仁于110年11月3日深夜1时许执行巡逻勤务，分别于桃园区南丰街、安东街发现犯罪嫌疑人违规停车、见警闪躲且行迹可疑，立即前往盘查。随后于犯罪嫌疑人所驾驶之车辆查获土制爆裂物10颗、子弹47发、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彩虹烟71支，将其带回本大队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，并对违禁物来源向上溯源扩大侦办。